这个我们老说树谈成蓬谈树，哎，这个动作很恰当。这四架飞机看来怎么甩也甩不掉后面那个小老弟，他紧紧地围绕他的动作在旋转。现在各位观众向左前方看，飞机打开了帘，现在队形变成了一个弹簧的队形。整个队形看起来呢，就像现在他们同意用的战斗机弹簧的一个形状。哦，两架飞机做了一个绕轴的提升的旋转。加上两个翅膀，一个庞大的天鹅，做了一个头滚的动作。哎呀，九架飞机啊，分别做了一个开王的动作，他们好，左右两架飞机现在马上要闭合。